我想，我也需要你。Hello，各位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彦俊，也是即将和你们见面的苏念青。由我和万鹏主演的偶像剧《原来我很爱你》在爱奇艺独家首播。在这部剧里，我饰演一位神秘的视障词曲人，与桑无烟一见钟情，开始了一段浪漫的故事。雨中撑伞感受到的甜蜜，摩天轮上险些成功的吻。 还有短暂虐心的误会和分离，虽然过程略微坎坷，但结局一定圆满。期待在爱奇艺与你们相见。